阿富汗沙漠里的监狱，关押的都是最大恶极的塔利班成员。美国人到这里可不是好心来慰问他们，而是来审讯这里的塔利班高层，到底是谁想袭击美军的驻扎机？中情局局长开始对塔利班高层审问。这个男人抬头一看，居然是个美国人。局长展开浑身解数，想挽救这个误入歧途的美国人。在监狱的另一边，守卫给犯人解开手铐，这个男人迫不及待地猛喝矿泉水，看守刚起身就被他喷了一身，这怎么还辣眼的？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看守的身体。 另外一个也难逃一死，身上的钥匙被拿走，捡起武器开始释放这里所有的犯人。屋外已经枪声一片，局长还不忘给这个美国人洗脑。这个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对面的女人只不过是军工复合体屠宰场的流水线工人。监狱已经大规模暴乱，队长呼叫总部把他们弄出去，并下令外边的小美找一座高塔进行警戒监视。另外两名队员到控制室操控监狱大门，话还没有说完，塔利班已经冲了进来。队长堵门逃走，拔掉一根电线放在水面上。 以此来减缓塔利班的追杀，压抑许久的塔利班犯人蜂拥而出。他们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搞死美国人，杀死异教徒，活捉女人。没有武器，铁管也能打死人。两名突击队员控制监控室，把监狱唯一的大门关闭，阻止上千名塔利班成员逃跑。既然不让出去，那就开始寻找监狱里的美国人。Good news. Looks like our friends are just hungry. All right, we'll keep watching our six. So far, so good. 局长一帮人开始向东撤离，小美一路掩护。在总部的调度下，他们来到围墙附近等待时机。有一队塔利班支援军，20分钟左右就会爬到监狱。小队成员及时来到墙外，找到一个钢管，把炸药倒在里面，通上电线，薅起一把野草，把钢管斜插在墙角。 墙面打开缺口，带着局长和塔利班高层坐上悍马车逃离了这里。塔利班的支援队发现了他们，调转车头开始狂追。美国的无人机最快也要5分钟才能救我。现在只有靠自己找出出路。车上的美国人在逃离过程中大腿中一枪，失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局长还在不停地追问塔利班要袭击的基地名字，在死之前一定要告诉他。身后一枚火箭弹射来。 悍马车失去了动力，一车人被迫下车和周围的塔利班火拼起来。无人机预计3分钟即可抵达战场，特种小队需要拉开距离，不然轰炸有可能误伤到自己。可他们还没从这个美国人的口中得知塔利班要突袭的军事基地，局长让所有人撤退。特种小队只能无奈边打边退，而此时无人机已经来到上空，并且将携带的导弹发射，留给特种小队的时间不多了。而上司动用那3寸不烂之舌，死缠烂打让美国人说出了具体地点。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特种小队带着局长他们成功逃离，任务圆满完成。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美国特种小队一路护送美国大使的安全。 以防遭到叛军的暗算，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从未看到有女特警。You're tough, but you're good. Maybe I'm tough because I'm a girl. 女特警怎么都不会想到，会和这个小女孩再次相见在不该见的地方。大使的老婆在商场购物，保镖突然发现前方有异常。Yes, he's still got the attack weapon to target wrong. We got IEDs deton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all. My wife is in that mall. 恐怖分子要求政府释放他们的将军，不然美国10分钟就杀一名人质。警告美方千万不要试探他们，他们都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炸弹汽车封锁了路口，特种小队被迫下车作战。 刚下车就遭遇狙击手的埋伏，队长扔出烟雾弹，让卷毛男靠近干掉这个狙击手。他们在一边打掩护，这是一帮训练有素的杀手，头目更是在尼日利亚特种部队服役过5年，狙击手击毙。 另外两名队员护送大使后快速前来会合。尼日利亚反应部队在20分钟才能抵达商场，没有这么长时间去等待。特种小队快速潜入到商场，城战术队形向前靠近，室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可见的尸体。听到不远处恐怖分子在训话的声音，贸然前进人质恐怕有危险。老黑戴上测听器，假扮成商场的平民，顺利的混入人质当中，发现大使馆的妻子，还有之前的小女孩。尼日利亚的特种部队将商场包围，如果他们硬闯，看到美国特种部队肯定会打起来。You, all of you, stupid people.
people shouldn't even be here. Don't bring more into the face of America. When your own countrymen go hungry, stop it. 不知道这番话是否打动了老人，吓得浑身发抖。大使的女人当起了英雄，上前安慰。这个时候，华盛顿伪造了一条视频，假装将军还活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四个人聚在一起，好让特种小队瞬间击杀。All right, I got the ringleader. I've got the tango on his left. Tango, right? All right, Jazz. I want you to sweep the outside guy with your second shot. Preach, stand by in three. 喊到第二秒，突然冒出一个人，拿着手枪冲他们大喊。完美计划被打乱，男人的下场也是中枪倒地。聪明的头目转移人质，移到了一个走廊里，在这里他们认出了英雄女士大使馆的妻子，这下手里就有了足够大的筹码。他们放出一个男人出去报信，如果不交出他们的将军，就开始杀人。队长这时脑洞大开，他们与恐怖分子关押人质的地方只是一墙之隔。 M421 突击步枪射出的 5.56 毫米弹头可以轻松穿过这些墙壁，不会偏向。说干就干，尼日利亚反应部队在外边制造噪音，分散恐怖分子的注意力。总部远程遥控指挥两人调整角度，对准墙面的准确位置。隔山打牛成功解救人质，外边的一个男人等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他的女儿。通过卫星成像发现商场里还有两个影子，队长和小美不得不再次返回商场。通过卫星热成像的帮助，很快就找到了躲藏在角落里的女孩。就在女孩跑向她的英雄时，突然被头目抓到。队长让小美从右边寻找开枪的位置，自己假装是将军打来电话，说将军想和他亲自对话，然后故意将手机扔了出去，但手机跟头目还有一点距离，需要他露头出来拿。就在头目露出脑袋的那一刻，小美果断射击，人质全部救出，任务出色完成。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再次发来任务，要到中俄边境寻找神秘的飞行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三个超级大国最危险的一次。快点啦，快点，快醒了，快点，你们没事。过来过来。信号证实俄罗斯军队在我们边境内。中蒙边界处，驰骋在草原上的战马今晚显得异常躁动。蒙古小伙出来查看情况，突然发现一个火团从夜空划过，坠落在对面的山谷间。哪里有火药味，哪里就会出现美国。美国情报局很快查出，这个火团正是一架俄国最新型的隐形无人机，飞行时间可以达到36个小时。曾经在美国上空飞过，但是美方一直就没有发现。为了搞到这款无人机的隐形材料，这次对他们来说可是一次绝佳机会。不过这次他们的胆子没有往常那么大。无人机的坠毁之地在蒙古区域，一旦出现私自越境行为，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先是乘坐运输机从蒙古边境进入草原地带，为了安全起见关闭一切通讯设施，采取最原始的战略战术。雄鹰在辽阔的草原上飞过，几人感叹蒙古人酷酷的生活。骏马奔驰，吃羊毛，喝马奶，徒步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蒙古包聚集区。冒起的黑烟说明这里遭遇到了袭击。走近一看，地上躺着不少尸体，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看到高大粗壮的美国人，蒙古人显得激动不已，拿起猎枪就要干架。没想到卷毛男还会说几句萨克语，不过三句已经是他的极限。看到受伤的小伙，卷毛主动上前帮他医治，这才让他们彻底打消了疑虑。看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对方就是俄罗斯雪域特战队。无人机降落的位置在我国边境线内 1.6 公里，也就是俄罗斯和蒙古的交界处。想偷别人的技术必须要豁出去，为了不让中国发现，他们不能使用任何技术设备，甚至用于成员交流的耳机都不能使用。五人骑马来到塔湾伯格多，看到有轮胎印，猜测会越到雪域特战队。几人下马改为步行，检查武器，涂上迷彩，走进空旷的草丛。这里没有任何能够隐蔽的地方，被发现都会变成火把。几人成一字形排开，低头行走在草丛中。惊吓的鸟叫声让他们感觉周围有敌人在活动，附身贴在地面，果然发现了雪域特战队。同时特种兵出身的他们感觉有一种不祥之感，没做太长时间停留，便仓促离开了此地。特种队发现对方正在清理无人机残骸，队长知道雪域特战队的厉害之处，如果硬刚他们不会占据上风。俄罗斯特战队是那种打死你还要冲上来在尸体上补上一枪的人。队长想到了一个险招，让队员弄倒一个树干拦住他们的去路，等雪域停车搬走树枝，再次发车的瞬间，队长爬上最后运输的卡车，切掉一块隐形材料，跳车逃窜。眼尖的指挥官从后视镜发现了有人逃窜，立马停车展开追捕。这里树桩众多，队长蛇皮走位，在树林里来回穿梭，百米赛跑，两人撞到了一起。近身格斗哪家强，就看美国队长和俄罗斯指挥官。雄捕队长重拳殴打，想掏枪，队长侧身夺枪，不料被指挥官反擒拿。论气力还是格斗技巧，指挥官都占据上风，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队长会耍阴招，
下方的小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队长也伤得不轻。他再次来到了这片荒草地，知道有危险，但是没有退路。俄兵追了上来，队长再次使出蛇皮走位，就在要被爆头的瞬间，队员前来接应。俄方也不愿再恋战，马上驱车前行。不过前方有人在等着他们的到来，